你也爱知影讲，我这段日子安怎过？我讲给你听，自从你从咱徐家所有的财产毁了，我都要干那独独存这间老厝，也搁给恁大姐带转来恁两个细汉囡。是恁大姐，是你一切这个办法，去救人，去给人救，那去看人的目色。去给人拜托，再来租这块地，一粒石头，一把伞，都家己来去捡，家己来去背。恁大姐为要照顾我，为要照顾那两个细汉囡仔，安尼无眠无日，欠汤耐刀，真不容易去欠遐钱，再去买遐火种甲种落。还是你这样，搞的细汉囡仔更加歹过。风若来，就惊讲风伤大；风若来，就烦恼，讲这风唔知落会停未？日头若出来，就惊讲日头上炎。爸，我问你，这个日子是谁给我的？谁造成给我？你讲。好啊啦。过去代志莫阁讲啊啦！阿叔，你家己做代志，你唔敢听着？代志过去就过去啊，啊是要阁安怎？哈、啊，啊无敢讲我老母过生日，当阁嫁我去啊？啊这敢有可能？大声细声，安怎？啊，艰苦是安怎？啊不是你家己造成的，人外口咧塞进头车啦，你食大饭店啊？你哪咪比啊？啊你哪咪比啊？啥？这种五斤的话你讲会出来？哈、啊？你有话你讲啊咧，啊无是变安怎？好好，你甲我出去哦，一下大饭店去开新高铁，永远莫甲我转来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也出去嘛！你甲我出去，我甲你要死哦！走，你死啦！啊你，走，阿爸，我有钱当作无付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头家，你敢不是阮这人哦？我啊，但我伫这的时阵，你敢唔知伫叨位啊？啊，我哪拢唔捌看到你啊！对，即马开始哦，你的思想看到我的。老爹啊，中奖才偌济？好好好，我去看卖吼。啊，百九就好啦。百九？你想算唔对无咧？袂啦，我们哪会算唔对？我已经四五年无起价安尼。遐尼贵？嗯，百九，百九。好，好，多谢，我走你啦。免走，免走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。有闲再食来。这是伊的厝啦，伊若欢喜转来就转来，无欢喜转来哦，就准煞。你哦，好休困啊。
啊，你哪袂困啊？来等你啊。哎呦，是等我要创啥啦？我唔三岁囡仔。你食饱未？食过啊，食过啊。金宝，等阿爸年岁较济啊，伊来甲你讲啥物，你也莫放心我啦。哎呦，袂啦，啊，着惯势惯势啊，啊，无我来转来啦。对啦，你敢是想要啉茶？阿姊拢准备好啊。哦。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这题吼是人送的啦，讲啥物是比赛冠军第一名的，阿爸拢也毋甘忍，已经藏几啊年啊。是啊，恁这几年到底是安怎过的啊？老实讲，这几年我甲阿爸过啊真艰苦，因为阮啥物都无，啥物都唔捌，会当开嘴去借钱的亲戚嘛拢借过啊。他你嘛知影。阿爸少年时阵，风声无啥偌好，所以信用对伊来讲实在真够重要。逐个月利息，还阁有几啊钱，我一工嘛唔敢徛。这是款啥物款钱食？啊，都唔通我金童啊东山再起啦！若真正有迄一工哦，恁爸绝对会好看。咱亲戚伊嘛无啥物唔对啊，咱徛人个本就是爱行。亲戚，这款什么亲戚？咱饲甲好的时阵，食咱的，啉咱的，敢要讲到半声多声？到我是安怎？啊，阿爸伊骂骂我，伊当骂家己啊！咱饲甲好的时阵啊，若徛咧山头安尼看过，看到拢是咱家的，啊，结果呢，败伫啥物人的手头？阿爸的亲戚，啊，姓郑啊啦！金都，阿爸你困？我对一句讲你也唔对了。到阮阿母啊，嫁过来时阵，敢要过一天好日子？阿爸敢要一辈家己，啊！我是安怎？我只不过是要把刺激的土地甲你个跋倒转来尔，结果我较衰啊，去互输去啊！啊！我坐驾坐过啊嘛，啊！无是要安怎嘞？爱我去死！我咧坐驾时阵哦，也伤过啊。伫倒位跋倒，倒位爬起来，咱饲家土地对我手中无去，我绝对有信心甲讨倒转来。你莫对我失望啦。无啦，我从来拢毋捌对你失望过。虽然连祖甲汉良因两拢已经遐尔大汉啦，但是咱饲家事业应该互你来看。我上希望有一天会当看你成家立业，还佮有家己的囡仔。啊，对啦，姐啊，讲到囡仔。啊！你个两个囡仔咧，较拢无看着。啊！我这个做阿舅的，本来是想讲，等阿先家买些啥物物件好伊的，想怎搬落出来有诶无代志。紧啊！但伊两个即摆来已经遐大汉啦。一个听讲伫校教册，啊，另外一个咧去创啥？去做警察啊！做警察？哎呦，啊是无代志做呢啦，做警察啊！太邪了！你是惊伊是？我哪会惊伊？我惊啥？嘿吼！对啦，姐，你敢有认真想过吼？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伴？啊，我食安尼一大汉啊，有一寡代志我做了唔对，遐毋过我并无悔。我参想严总因阿爸，也是汉良因阿爸，以前因两个给我真侪快乐和痛苦，遐毋过才对我来讲，我已经拢有够啊。金童，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希望看到你，啊，佮咱饲家，会当甲以前同款，有家己的土地，佮家己的地位，会当予咱亲戚五十看会起啊。姐啊，你为咱饲家付出遮尼济，啊，我一个查某囝，逐天爱醉生梦死我。金童，只要咱有信心，
我相信咱齐家一定会阁爬起来。好，对明仔载开始吼，我要做一个专心的齐金童。调查出来是阿宏做的。敢讲我着阁教你安怎处理是无？要注意啊！消息是毋是有正确的？嗯，是毋是为了阿翁的代志咧？应该是为着对啊，迄件代志我处理甲真水快。那安尼以后咱的行动哪个小心咧？干咩叫遐土狗咧？掠到咱的帐篷？我知。对吧？哎，阿来啊！金董，这久无看，这久无看。哎，公司不离个大景嘞。哎，阿姐啊。哦。你办公室个？爬嘞，爬嘞。金董，你今仔日来有啥物指教嘞？无啦，啊是讲这久毋捌看过你啊吼，啊顺路甲你看一下啦。哎，生意做了袂歹呢。无安尼啦，我阁有代志咧，林刚请你食饭啦。是安怎？搭三工无看到变元首人哦、喔？啊！你要赶我走哟？嘿，唔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嗯，安尼唔都差不多。哎、欸，阿来啊，是你讲过呢，有问题叫我来找你呢，
啊，我即马来找你啊，都是有问题啊。哦，好啊，你讲啊，咱来参详看卖者。是安尼啦，啊，伫内底遮尔侪年吼，熟识人拢无多联络啦。啊，想要东山再起吼，啊，毋知要对谁开始咧？金童，即摆不比以前，步步行拢讲技术伫咧。假使讲若无技术呢，上无嘛有一个关系。假使讲若有关系呢，银脉才拍会开啊。也若无呢，步步行拢硬做死做，认真做啦，拼三四年啊，你就出脱啦。是啦是啦，你讲了有道理啦。即摆办公需要用到的，拢是电脑。电脑，我要哪会晓啦？也无你甲我讲，你敢袂晓开车是无？像你这种年纪，做司机敢有适合是？我老实甲你讲，你踮我的公司食七水烟仔饭呢，我也是无差到倒位去。也毋过你爱甲我讲啊，你到底会晓啥物事？我相信你也无愿意哦，踮我的公司食烟仔饭干死嘞。啊，无要紧啦！啊，连做到遐尔，毋是甲你讲今仔要转来？会啦，因讲会转来食暗。哦。哎，安尼咱今仔就爱两早转来啊。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又一个同学、啊、拿报告来。走吧。你干什么？抢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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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他人！地保！地保！地保，地保，地保，走，聂总，你没事吧？